转裁判，这连全荧幕都没有耶，好屌哦！哇，这是怎样？一二三代啊！先从哪一个开始玩？要先从哪一代开始玩？一二五哎，第一代最经典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代是不是？复苏的逆转是这个吗？第一章第一次的逆转，哦，流血了。赶快找人顶罪。对了，就是那家伙，把罪推到那家伙身上。陈步堂，哇，大奶所长哎、欸，没有他在的人生，还不如死的比较快活。是谁？到底是谁把他？快告诉我！把女友杀死的犯人，史章自证，小学开始就是死党，二三年来才能说事件背后史章始终在，什么东西啊，靠腰哦。他总会被卷入很大的风波，绝对不是坏人，只是运气极端的差。他是个好人，这件事我比谁都清楚，我还欠他一笔很大的人情，我一定要救他，绝对要，没问题。下一个问题，被害人的名字。你这个人连被害人的名字都记不得啊！哇，侧面特别的巨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对话透明一点呢、啊？精彩的地方都被挡住了。高日美嘉，哎、欸，靠北有干你啊！内亚内检察官。凶器是这个沉思者的小雕像，小雕像，这些证物的资料接下来都会变成你的武器，要常常按 tape 确认法庭记录，拯救委托人，不要漏听任何的情报，反击的机会一定会出现。好的，最近才被甩了对吧？你说什么、啊？只是我最近打电话他都不接，想跟他见面都被拒绝，别瞧不起人，被甩了。他是个模特，但收入并不是很多，他似乎有不少干爹。哦，Sugar Daddy， 干爹，他就是透过这些男士们的援助，援助。你是否去过他家？有还是没有？什么有没有啊？该怎么办呢？让他老实回答。他那天人不在。咦咦咦咦，是遗体的发现者。他在发现遗体的前一刻，目击到被告史章先生从命案现场离开的模样。推销报纸，这不是那个杀人魔吗？报纸推销员。哦，正数开始，所以我要开始准备打他脸了，是不是？事发当天目击到的是。当我在进行推销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从一间住户跑了出来，那个男的看起来很慌张，连门都没关好就离开。我觉得状况就可以往门内看了一眼，竟然看到遗体躺在床上，我吓得腿软，觉得很害怕，就没进去房间里。门很想叫警察来，但他房间电话打不通，我只好找公共电话通知警察。下午两点的时候，哦，说谎，死亡时间是四点到五点，他说谎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检举他说谎？右上暗叉、啊、靠北哦，那名字关掉还没是不是啊？下午一点到六点，案发公寓是停电的。OK， 这游戏根本就小菜一碟啊！我当下我就抓到他说谎啦、啊，根本还不用再听第二次。
那什么追问 Q 是不是 Tab 出事？等等等等为什么是中文的、啊？等等。这样就奇怪了，解剖记录完全矛盾，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小时的落差呢？叮，那个这个，咦，本院不这么认为。这怎样？你做得很好，像这样不断指出矛盾就对了。他要开始狡辩了是不是？我听见了当时的声音，报时那类电视传出来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抓他。那个时候停电没有电视，又抓到他了。这妈的好简单哦，这给小学生玩的吧？咦。那间公寓不是停电吗？叮，又逮到你喽！又逮到你喽！嘿嘿嘿，好烂哦！会不会说谎啊？我觉得你这个人越看越可疑了，身体一直扭来扭去的。听到时间这件事。命案现场不是有个时钟吗？啊！我靠，这个是时钟哦！哦，所以要拿这个给他看吗？咦，请等一下，凶器如你所见，只是个小雕像，这哪里是时钟啊？你到底是怎样从刚刚这一副很拽的样子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又逮到你喽！时钟，克拉克城抓到，又说谎喽！哦，不曾进到房里，很明显这是有矛盾的。嘿嘿，抓到你喽！你一定是在说谎。用那个小雕像打败的人其实是你。人的脸色，证人，你还有话要说吗？哦，假法攻击，吵死人了！一直在那边抓人语病，抓人语病一向都是我的专长啊！我最喜欢用 Excel 抓人家的语病啊！陈步堂律师，你有什么证据能够指出证人听到的就是这个时钟的报时声？准备好了吗？请各位注意听。B， 我想应该是9:25。好奇妙的报时声，毕竟他是沉思者。亚瑞检察官，请问现在实际上是几点几分？11:25，哦，差了两个小时。其实慢了两个小时。是否在事发时间也慢两个小时？只要没有证据，这个说法就不成立。哦呦，这么厉害的吗？陈步堂律师，看来你是无法证明这件事了。是的，虽然很遗憾，这样就结束了。
是我失败还是本来就没有那么短？几分几秒？哎，有没有人知道是我失败还是怎样？我还有哦，逆转。让他在命案当天慢了两个小时，因为他刚刚出过国。这个吧，因为他刚回国嘛，所以时差还没有调吧。看招，才刚从国外回来，而纽约跟日本有14个小时的时差。哦，哈哈，抓到你喽！干活奇怪，我怎么那么强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去当律师啊？感觉好像当直播主这一行好像不适合我，我应该去当律师才对。本院感到非常惊讶。无罪，轻松，我上个厕所。山野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惯气，干，这也太衰了吧！主播 Amber 去找你的话，今天就是女权大胜利了。我怕我忍不住在法院上先把那 Amber 电翻了，结果等一下所长就跟史章交往了，怎么可能？那个史章一看就是妈的八三九屁孩。希望你赶快成长，今晚就让我请客吧，来喽，最精彩的部分来喽。今天晚上好好犒赏一下，不支付律师费。哇，时钟还有另外一个案件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？也无法实现了，所以史章把所长干掉了，是不是？已追加新章节，哎，这什么好追加的？一天就全破了，都那么简单，一天就全破了啊！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，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似汪汪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